洗头研究所真用真测真点评，经常有粉丝问这个发尾毛躁的问题，我就会建议呢用点护发精油啊，毕竟这玩意儿立竿见影嘛，比吭哧吭哧用这个发膜简单的多啊。但是护发精油呢普遍容量都不多，有的价格还挺贵，值不值得入手呢？今天我们就从使用感受和成分两个维度呢来 PK 十款护发精油。我们采用桌对厮杀，每一次洗发后分别在两侧使用不同产品，每款产品两次上场机会。这个测评啊搞了一个月时间，给强哥点个赞继续看啊。咱们重点是观察一清爽度，二光泽度。从清爽度看，伊索用后是最油腻的，其次是芙里德雅和 LG， 其他七名选手基本打个平手。从光泽度看，芙里德雅是最亮泽的，其次是伊索和 LG， 其他七名选手呢也是打个平手。咱们从成分上解析一下这个结果啊，先把其他打平手的七款产品，把它各自成分表排名第一跟第二的成分摘出来看一下。你可以看到呢，第一位用的都是环芜苣或者环苣，那这种硅油呢，它特点就是易挥发啊，在众多的硅油里面，它的肤感是最为清爽。那第二位用的都是聚二甲基硅氧烷或者烷醇，那这种硅油它的肤感就相对厚重一点。那这种搭配呢，就使得整个产品用在发丝上，你会感觉有很好的润滑感，但同时呢又不油腻啊。虽然说每个产品它后面的成分呢五花八门啊，但是为什么几个产品用起来感觉都是一样，其实就是前面这两个成分决定了。再看呢较为油腻的这个芙里德雅和 LG 啊，主成分呢用的都是合成烷烃，合成烷烃跟硅油一样，也是属于矿物油脂的一种啊，它在很多彩妆产品，什么眼影啊、唇膏啊，也都常见。它的特点呢，就是有润滑感啊，同时油腻感也不强。但是在清爽上面呢，它还是比不上硅油那么清爽。再看这个最为油腻的这个伊索啊，主成分呢用了琉璃聚酯油，敢用天然植物油做主成分的，那都是相当有想法的，所以难怪油腻嘛。这三款产品用的这几个成分啊，它都比硅油要更油腻啊，实际上成本也更高一些啊，用在发丝上呢会有更好的一个光泽度。但是我建议呢，除非你是极度毛躁的发质，可以考虑这三款啊，除此以外还是建议用这种硅油型的，毕竟清爽一些啊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护发精油普遍用硅油啊，它还是有它的道理的。硅油型的这七个产品啊，从几十元到大几百不等，你说既然用起来感觉差不多，那买高价的产品是不是有点那个交什么什么税的意思啊？我倒不这么看，其实便宜的跟贵的还是有一点不同的，那就是香味不同啊。所以很多人这个愿意花大价钱买香水，其实是一样道理嘛。就有一些便宜的精油啊，它确实这个香型太常见了，缺乏个性，而且有些也确实不好闻。你比方说同样是欧莱雅集团下面的这两款产品啊，其实用在头发上感觉真的没什么区别啊，但是卡诗的这个呢香味确实就是好闻一些。然后再比方说 LG 的这一款啊，将近500块钱，猫站上的销量一个月只有惨兮兮的20几瓶啊，但是它这个杏仁味啊加这个椰子味的这种独特的烘焙香啊，简直不要太个性。护发精油的香呢靠香精，其实大牌产品卖的也就是个香，这里面唯一没有加香精呢就是这个伊索啊，但这个产品呢你用少了好像没抹，用多了呢油到不行，而一般人根本就 hold 不住啊，配上这个略微炸舌的价格，其实从每毫升的单价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隐形冠军啊。所以在护发精油上啊，我觉得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个好一点的还是不会让你后悔的。所以关于护发精油你有什么想说的，咱们评论区见。